小雨，别吃泡面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呀，有谁呀？我和我男朋友，还有大西和他女朋友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和我男朋友，还有大西和他女朋友。不是上一句啊？我们去吃饭。不去。好吧。给你们看一下跟三对情侣一块出来是什么感觉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室友，这个去和女朋友开房了，这个去和女朋友吃饭了，这个去和女朋友学习了。就我一个单身狗。我们不一样。